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老婆永远都是对的。知道就好。我直接回家了，你呢？回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取车。师傅，没事，我以前开赛车的啊，人速度没人是我对手。不是师傅，我已经帮你踩在那儿，玩好了。不是他不是。您是电影看多了吧？以为自己在拍《速度与激情十》吗？有什么？什么时候拍的？你开的不是赛车，是出租车。你这车上还坐着乘客了，这么开车多危险啊！而且我都跟您说了一路了，他不是跟踪，不是跟踪，是跟着。跟着明白吗？啊！现在好了，跟丢了，我还没法打电话给他。我投诉你。哎，他来了，他骑车不都是来了吗？跟他计较不是回家吗？是回家，顺道过来买点东西。哪儿顺道了？家门口就是菜场，这儿这么远。谁说要买菜了？给你买点日用品，省得一毛钱。一起看到做甲方待遇果然不一样。想买什么？看看。若是你轻快潦倒，却不趁你心宽到老，做得对我们没影也笑，对我们没影也好。过分了，这东西我死都不会要的。谁说是给你买的？是给我自己买的。那这一车，除了这个，都是你的。是这样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是单身嘛。万一哪天要是去家里发现那么多男人用的东西，我怎么解释啊？但是有了这些，即使是被发现，我就可以说这些东西呢是我的远房表妹。怎么样，聪明吧？我看你就是犯老毛病。你从小就喜欢给我穿女装，谁让你长得好看呢？少来，我不要，这也太娘了。在自己家怕什么？家里又没别人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。由不得你，合约条款的最后一条。你别忘了，现在我才是甲方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但是在家里，我才是永远的甲方，明白吗？有意见？没意见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老婆永远都是对的。知道就好。这世界很酷。